这个烈焰黑金的这个试玩解说吧。然后的话，首先来啊，我说实话，它如果是对于这个枪的这个观赏的话，是很有这个观赏性的。因为说实话，这个模式啊，我玩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啊，这个是，所以说我大概啊这段时间估计录素材都会用这个模式来录了吧，因为这个模式真的是玩的挺舒服的啊。好了啊，我们回归正题啊，我们来讲讲这个烈焰黑金，烈焰黑金啊。啊，它其实并不叫烈焰黑金啊，它叫这个烈焰黑金 C 啊。它为什么带 C 呢？一般带 C 的话，要不就是说，应该带 C 好像是有计数器啊，对对对。然后的话，带 R 好像是有这个什么瞄准镜啊，对。但是啊，最近那个什么利刃有一个 R 那个瞄准镜，好像要不去啊。这个 AK 幺七这也是、这也是 AK 幺七烈焰的第几把这个变种传说来的。啊，因为这个其实在这之前的话还出过什么烈焰的原版，然后白色巨人，然后的话以这个审判，然后的话审判黑金什么之类的，然后的话这好像是传说级武器里面第一次出这个带有这个加计数器的，然后但是它貌似这个属性发生点小小的变化，就是对比以前这个纯皮肤，因为以前的像一些传说武器这个黑金版本，它一般都是属性是完全一模一样，只不过就是颜色发生个变化。啊，这个然后的话，但是这回了不一样，这回的话 AK17 的话还是首先是的话它是加了两发子弹啊，我不清楚原版的烈焰加的时候多发子弹，但是它在这次更新里面这样加了两发子弹啊，这也跟前面那个杰帕斯12液化一样，也是有这个两发子弹加成的啊。啊，关于这个我说实话就是目前的话是还是没什么好说的啊，个人认为的话加两发子弹影响也并不是很大。然后的话整体来说的话，整体数据是跟这个 AK17 原版是差不多的，然后的话它加了一些什么小属性，什么什么瞄准更加稳定什么之类的，那个那些什么什么东西是可以说是啊，就是可以忽略的，个人因为我说实话我是真的感觉不到那些，我个人不是很这方面一些东西啊。然后的话好像其他就没什么可讲，但其实这把武器的话，我说实话我第一我拿到手的时候感觉这把武器的这个啊，这个材质啊，感觉比起以前的黑金啊，更加的这个精致啊，所以说我是特别喜欢这一点的，啊，也是这个啊，最近的话你们也看过内容测试视频，那最近出了一些很多这个啊，未来很多系列一些武器都长得非常非常好看，所以说到时候的话也是啊，也是说明这个什么叫 online 这个武器材质方面的话也是越来越好了，个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哎，好，我们切回正题。然后的话其实的话像我这样子的话，其实你要是如果是爆破的话依然还是这个包准三件套，是穿甲弹，然后消音器，这一个什么隐身托吧，大概是这样子的，反正如果你打爆破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的话冲锋团队的话依然是枪托，然后的话枪托，然后消音器以及这个空弹夹啊。然后呢，由于这个 AK17 这个就是在白色巨人像或者烈焰或者这个啊，它有一个自带的这个类似于瞄准镜这个东西啊，啊，但还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是挺不错的，就是也等于给你省去一个槽啊，啊，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特点啊。还有什么我想说的？对对对，就是技能的话，技能还是按照你平时打的爆破打的去用的话，其实就是啊，还是就是一般就是跟你如果你以前。啊，你要打117的话，一般你就把你这个啊117把你的117烈焰换上，然
然后就其他就没有，就其实根本就什么都不用改，因为这玩意儿的话，本身也只不过仅仅是个变种而已，啊，就是它，因为现在很多属性啊，来它这个皮肤，其他仅仅是看个皮肤，它的加那个它加的这些属性啊，其实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起码我是从我感受，包括什么加稳定啊，什么加快瞄啊，什么加射程呐，啊，加穿透啊，什么之类的，我们都感都去，貌似听别人讲加穿透好像比较明显，但其他的话，说实话，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影响，个人认为的。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他买一个武器，第一点他并不会去，我相信什么这样来，而且买皮肤武器，并不说是因为啊，我第一肯定不会先去看这个，啊，我第一肯定会先去看这个比较好看这方面。OK，好，因为这个什么站 online 这个 AK 幺七烈焰这么一个，再见。Tuesday.